天，全台湾在看，全世界嘛在看，搁剩五天后，咱五股的乡亲，台北市的、新北市的乡亲，要选出一个什么款的领导人？全台湾在看以外，即摆全世界的评论家、媒体拢来在观察这场的选举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场的选举对中国国民党来讲，也许是一个政权的保卫战，但对民主进步党来讲，是跋落脚、搁重新基础、重构再起的时阵。嘛，因为我这两年来，民主进步党伫蔡英文主席的带领下，咱为过去俗语咧讲，伫高未忙，行出来一般未忙。即马勇行要搁替大家服务百姓时阵，所以这场的选举真重要。但是呢，咱甲看，即卖选举较紧，剩五天要决定咱未来。咱这票的重要关键伫倒位？我要甲大家比较一下。顶两礼拜前，美国共和党、民主党在搁改选。参议员、众议员、州长重新改选，当时奥巴马两年外前用超悬的票数创出了美国历史内第一个奇迹。但是呢，两年后今仔日美国集中选参议员、众议员，美国奥巴马所代表的民主党大大失败。同款，两年半来，咱回想咱当时错误的决定选择。即使这两年半来，台湾变成什么款？百业萧条，民不聊生。两年半前，马英九甲咱讲，他绝对不举债，也不加税。但是呢，两年半，唔免两年半，就任第七个月了，定五月二十就任七月，就开始油就起，电就起，加速也起，电报也起，电水都要起。即马连步兵粮都要甲你扣兵粮税，各位，这个政府要求不拉无，连食一包粉都甲你起20块，连农药都甲你起，肥料也起，这无疑是咱心目中敢有人民？两年过了的，不但安尼，油价大行起，物资大行起，拄啊咱的薪水无咧起，对不对？不但薪水无起。搁较吃力，过去甲咱讲不加税、不举债，结果呢，你要不加税，对财团不加税，搁兼减税。台湾所有的一年的税收的来源有70%是来自倒位？是来自咱的中产阶级，来自咱领薪水的，不管劳工阶层的领薪水的。各位，雨较大吼，咱喷雾走的安怎好唔好？好。先伫遐等下吼，咱喷雾走的安怎好唔好？哦，真歹势，予大家难忘，本嘛开大家难忘啦吼。但是为了关心咱五股新北市的未来，咱拜托，搁予咱一个时间就好。所以一只咱就甲看，这个政党会执政袂执政，就差伫遐。咱甲我讲，不但安尼，今年咱过去政党轮替进程，台湾是无举债哦，没有冲破举债上限。但是短短两年半，来借偌济钱？借一条4000几亿。各位，可能大家唔知道一条4000几亿是偌济钱哦。一条4000几亿，平均分有2300万人，包括囡仔、我出世啊、老人，平均一个爱派6万1000块的负债。各位，阿伯啊，甲我讲，阿爸无当无爱救啊，我为什么爱立这个负债？同款。这就是选对甲选唔对的差别，选唔对人，国家社会是咱的，大家爱共同负担，这个无大劲哦。如果若我军公教人员的退休准备金呢，平均爱14条，14条偌侪钱？平均一个人爱赔86万。各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个无大劲哦。咱当那个踢爆。讲咱台湾有86万的学生，为高中、高职、大专、二专、四技、二技到研究所，贷款有86万2000个人。结果呢，安怎甲咱讲？无要甲咱补助，无要降学费，而且呢，佫甲中国学生一年补助偌济？大家拢知影吼、哦？3万1000外费尔定嘞，各位啊，即摆的大学。代代，我甲你也着，代代学生研究所的会长，
写批给我，使讲我看着心肝够疼。安怎疼？甲中国台大的学生讲，台湾一个讲读的机会，不但唔咧，一个月偌济钱呀？4000块咧，甲降落来剩3000啦。博士生咧，去讲读做助教，一个月8000块，甲降落来6000块。6000块的硕士降落来剩4000块，结果咧对中国的博士硕士安怎用的？你知无？去募款，替因募款募啥？博士学生一年50万啦，各位。硕士学生一年40万啦，各位，你甲听我几句。后奖学金、后生活补助费，搁较要求，搁是中国的媒体来，一个记者来遮。一个月补助伊12万啊！艺术家、作家来一个月补助6万3的生活费。各位，咱去做工，去电房屋加安稳土，去加土做土水，一个月要拼3万，就拼个老皮工费啊，对不对？咱的时代人做事，安尼做规世人，一年编辑的收入才22万尔，对呢？安尼建立会当安尼做，所以用心时代。咱这两年半来过了真失望，这两年半来过了真温存。咱甚至爱将咱失望温存的力量，转换做个驾驶的激情、天情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这两年半来，大家温存，咱就转换个寄望，让伊驾驶以外，让伊转换，会当讲照顾台湾人为主体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因为时间的关系。特别直接甲大家拜托，请予民主进步党一次的机会，予民主进步党再一次的机会，就是更加要蔡英文的机会，对不对？予蔡英文的机会，就是予你咱家庭的机会，你讲是毋是啊？予你咱的机会，就是更加要民主党所有提名议员，大家。